你想看秒岩虫？那也行。不过这把幼虫可能确实会成为吸血鬼的血瓶。谢谢荣城以救吴少年，猴哥给讲讲兵线呗。好，这把给你细节一点，好吧？先战草丛里边一击，来刺儿他一下，来两下刺儿，三下刺儿，行呗。可以一直追着他 A 一下，然后进草丛躲小兵，出来直接重进三下，来。刺儿点烟，刺儿点烟，刺儿，我这三下刺儿死了。这个兵线它有传送嘛，可以先控制。沉默，我怎么没学技能啊？刺儿，啊？我看见刺儿，刺儿，沉默。体力，哎，刺儿刺儿刺儿，体力，沉默 ，W 闪，回家了。哎，可以不回家啊？这波我们再吃一波，能给100块钱。赵信指令闪现，起立，打不着，我们就跳弹斗，再起立，别直啊，直着走应该也没事了，能走了啊。刚才那个抠，千万别抠他屁股底下，他肯定扎我们。我们站着一走，然后我们再走，啊，明白吗？然后他指定可能啊，要在这里要过来杀我，所以我们搁这儿回城。哎，这就叫细节。不行 ，AP 大虫子不出肉的了，我看看这队友行不行吧。这把可能不太行，为啥不太行呢？第一点，这个。烧吧。发条让吸血鬼押回家了。第二点，对面滑板鞋三个头。第三点，赵信在赶口我的时候，我没听看见俺们家在打野。嗯，那这把咱就主 Q 啊，体力。哎，刺儿刺儿刺儿，沉默，体力，这波让我踩着你就死，体力好了，刺儿刺儿，三二一，再体力，挨死。
这波兵线推过去，直接卡兵线，刺儿点烟，刺儿，平呗。 哎，这怎么蓝不够用啊？哎，刚没什么没蓝啊！你干啥呢？我吃，还好我技高一筹，蓝不够用。吃个塔皮，我们走。 差不多了，回家了。<笑>等你蓝够了，我给你送来。贴心了啊，贴心了，贴心了。我们直接法传骸加一手杀人戒。 下来找的，来沉默，刺儿体力，刺儿口，嗯，区这么低吗？ 插个眼儿，看看你性格上哪去了。先走一走，走呗。我们现在一打二，稍微费点劲，来起立，刺儿，刺儿，沉默，我上了。 踩一脚，看看你性格蓝刷没刷？先别用技能啊，看看船长跟赵信都上哪去了？把这蓝 buff 给他扣了。 上去把船长杀了，顺便再收兵。起立，沉默。做个扣。 你看，我就知道这把这队友指定是不咋地，在这等一会儿船长。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点一刺儿。 走一行。我来给他们带点恐惧。
我们一百，他零杠七了，可不一百了吗？上路直接推了吧，推了我们叠美甲窃魂卷去。 体力，好了。体力，那我死不了，再见。我有红的话，我们可以过来试试能不能再口一手的船长。 闪现残墨口一行，走了，回家了。正好10层美甲窃魂卷，外加个推推棒，出门了。 100块钱换个闪现，不是100块钱加个一层换个闪现，嗯，是100块钱加个一层，先打个蓝 buff， 来条小龙。 好像听到赵信的声音了，体力。哎，我被什么玩意儿给卡住了，好像。体力，二，二，沉默。 体力，我这一个八要死人的，现在，先上去找一波船长。那我吃小兵吧。 你干哈呢？你咋那么猛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。我说实话，你不得给我点面子吗？拆了啊！ 敢在我面前要走到左边儿。
太不给我面子了，我发现啊，太不给我面子了。在这等他一下呢，这小子可能要去左边要打野。身为这种不给我面子的人啊，我只能刺儿刺儿吃你了，我只能抠你一下了。不给我面子，我可是要吃人的，我跟你说。回家猫着，猫着还差点钱呢。给我起立，沉默，死了。我现在基本上踩谁一脚都是半管血。被拔毛了，那又都死了，往这走来。投你一下，往哪飞？给我出来！回家猫着，真厉害，真不错。我们来个啥呢？还，我感觉我可以出个沙漏。哎呀，这谁呀？这是啊，谢谢老板啊，感谢感谢感谢，这是个什么？谢谢长老三。送的王牌火箭呢，谢谢长老三啊，感谢长老三。出个金身吧，谢谢老板的一个王牌火箭。什么玩意儿，谁在这打我的蓝？我给他扣了。这个吧，你们猜吧。七百。你的嗓音就是七百。
我说实话啊，这队友好像不行。那先破两路吧，先稳着点，先给他们两路给他破了。你干哈呢？往我这放桶着？最近肯德基打折吗？我差一点16级，兄弟们，我就能更大了。我现在还是有点小，我说实话。变大，我要吃人，让我吃个人。回家再变大一点啊！首先，我们需要先把这个推推棒给它卖了。然后我们需要买一件装备，我们需要买一个这个东西，还有这个东西。变大，把大龙打了一波。这怎么有个眼儿呢？小弟弟，他比我长啊。他吃了，蓄力，砍木。二，叮，沉默起立，吼一下。